早期港星能有多拼？梁朝伟当上影帝前还有个很厉害的技能，那就是用牙拉车。好技啊！用了，用了，红爷，快过来，红爷，我们快去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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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红爷，红爷，换架车位，好红爷。就算不当影帝，也可以当杂技演员。田永林还以一己之力拉住了四辆正在开动的摩托车。换我上，估计我撑不过三秒。王菲早期在节目中还把手伸入风箱里进行演唱。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唱得这么好听，不愧是天后。当年刚出道不久的张曼玉还在节目现场玩起了空中飞人杂技。倒挂金钩，好，飞燕展翅，只系靠脚步晾住个天舟架。不得不说，以前的明星真的多才多艺。谢霆锋十七岁那年就在综艺上表演蒙眼走钢丝，已经完咗一半路程啦。你停一停，停一停先，停一停先，系坚持，系做事事唔使惊，快步唔使惊，到啦，剩几多？仲有两步，两步，两埋，好。他居然还会走钢丝，不蒙我眼我也走不过去。一次刘嘉玲全身还被主持人灌满冰块。实打实的表演，什么叫透心凉？张学友还可以一边做引体向上一边唱歌。科学呢？怎么挂在上面唱歌还能这么稳？